因为你平常在外面的食材看的东西都已经看很惯了，你现在在原住民地区，你会想没有办法想象到，哎，那么多我们以为只是野草，但是它居然是那么好的野菜的这个材料哦。所以我在想，这个文化的多元跟绿生活回归自然，是这两单单这两点特色就应该能够很吸引，而且我也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多一点投入。如果讲文化创意产业跟健康的生活，这个是一个最好的路。我们知道说，除了一直大力对推展这个所谓的自治的部分，是那您觉得像 SMALL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您认为？最它是最典型的。其实自治的精神就是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一定要有很多的法律的改变，当然最好是这样。但是即使没有，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治理好，我们部落的人很多的共识能够形成，然后大家讨论以后选择我们自己要走的方向，以及我们自己部落里边怎么样来共同生活，分享一些我们需要的经济资源。我想SMALL是有了很好的典范。其实我们呼吁很多很多的部落，不必要等自治法通过，我们自己就可以先自治了。对对对对，好。好，上了哈，他这个是出自野菜沙拉哈。那对，先放着，小心。对。那第二道上的是这个一箱爆竹筒饭哈，就是为什么叫爆竹筒饭？因为那个竹筒饭是竹子，我们必须要用敲的哈。那等一下会走秀，等一下就是给各位体验一下去敲啊，敲，要是敲的没有裂开的话哈，不要自己敲自己的头哈，不可以做自虐的行为哈。那
推动一个延续我们祖先我们共同生活一个部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把它叫做合作共生啊，这样的一个部落营造的模式啊。那么好的，那我们部落谢谢。好，那有一个一定要学了哈，我们巨木群泰雅族的话叫做呀呀二八，没有出生的等一下不准吃东西啊，来来吃呀呀二八，呀呀二八，太棒了，下次你去部落的话每个人一点小米酒了。好，我们部落呢是纪念祖先啊，这个祖先的名叫马库斯，他最早来到这个地方，另外一个由来就是这个高山巴木斯。那我们部落就是坐落在我们坐落在这个台湾的心脏地带了啊，其实台湾的肺就是我们司马库斯部落。那我们从过去我们种小米，然后我们狩猎啊，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演变到现在啊，这个观光的一个产业啊，才不过20多年、30年的时间啊。其实我们部落1995年的时候啊，才有车用道路。那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在这发展观光的20年，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原住民的部落，我们有办法自己管理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在地经济的可能性所以接下来呢这几个时间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1991年我们透过头目的梦让我们的部落有个新的这个发展的契机，这个就是其实是经世界有名的这个大宽有18个大的河报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在观光经营这20年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个时间点非常的重要，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推动，我们有民宿山庄的，我们就共同来结合大家的力量。然后2004年的时候，我们让我们说拥有这个土地我们通过契约的方式我们共同使用共同规划，那这个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部落的组织架构这个像一个蜂巢那么我们里面有部落议会，有教会，有协会，然后这个环绕着我们这个三个会的这个领袖们像头目啦、牧师、总干事以及我们各个9个部门我们部落没有多少位150位走在我们部落里面的几乎大部分都是部长级的人物了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部、农业土地部等等，让我们花很多时间开会，让部落的工作能够更好。那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的制度，我们的孩子念书从国小一直到可以念到硕士或博士的话，所有的生活费那个学杂费都是我们部落这个共同的基金来帮助。那结婚有补助，结婚补助20万无投注，原住民结婚没有杀猪很有可能会离婚所以没有杀猪等等的这个共识的制度。那我们近几年我们是也结合金普会我们就是我们长期我们希望用这个套装游学的行程能够非常的能够有越来越进展这个看到的话我们原住民已经不吃了，我们是爱护他的了这个是吃山竹鸡吴胜良现在开始就在部落附近唱歌，这就是飞鼠白面鼯鼠，这个大翅鼯鼠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餐饮的一个训练那么我们不仅是要会种香菇，我们要把它变成我们桌上的美食。那我们非常感谢花旗银行、七星生态保育基金会以及在座的所有的朋友，感谢花旗银行、七星生态保育基金会帮助我们的部落，让我们也可以在台北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来分享，来见证我们在部落所做的一些工作。谢谢大家。我还有我的朋友们，还有我是公干的，我的公司们感谢了，我的是一部分出版的干的，还有什么呢？那些人工干的，我现在阿个接触阿个地摊大爷干的，地摊爷们可把手阿里拿了的，那些我那干的工友，我们啥干的，阿都是工兵干啥的，我是把带。那我们特别谢谢我们所有与会的媒体朋友还有亲朋好友，谢谢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等一下呢，我们就透过我们泰雅族，我们说巴斯巴赖这个仪式它是晋升祈福，在过去的话，它也是去维系我们人跟人，我们
这种良好关系的一个维系，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Bersemalai. Kasbala minta sekuyuan aku merahumin tayen ka merahumin suju. 特别谢谢我们原住民的大头目了，就是我们的孙诸伟，谢谢孙诸伟亲自到场给我们加油跟鼓励。